9月3日复盘，这种新低又有何惧呢？华为、鸿蒙、消费电子、人工智能、机器人题材活跃，注意短期的节奏。那么对于大盘而言，这个位置呢基于新低依然不能视为明确的止跌，因为呢还在有新低没新高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好，那么对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呢，那么当前的态度，日线的线段向下，线段向下的话呢，它的内部的成因，像今天银行板块是属于延续了前面的持续下跌，如果说像银行板块不止跌，而权重方向呢又没有新的标杆起到核心的作用，那么对于大盘来讲，这个位置的话呢继续摸底探底再正常不过。只不过呢咱们前面反复讲到，这个位置呢大盘给新低的同时，市场的恐慌情绪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激增，反而像银行资金分流，那么呢题材就有可能资金回流。好，那么对于上证指数当前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比较简单，小周期维度来讲，这次是一个新的一分钟的中枢构建。新的一分钟中枢构建的话呢，从2867的位置，一分钟中枢这个位置呢，你可以把它作为新的一分钟中枢构建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好，那么新的一分钟中枢构建来去看待的话呢，那么接下来纵使向下，认为呢随时可能会遇到一些资金接力，那么同时反弹的话呢，那么对应的有一个关键位，就以2867作为一个观察基点。如果说向上的反弹没有明显的一放量，二没有明显的核心的板块进攻的话呢，可能冲高回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震一震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因为在五分钟走势结构当中的话呢，最起码等待一个五分钟结构转强，你才能够作为对于指数来讲，由弱转强，作为一个向上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可延续。就说呢，当前对于上证指数来讲，那么对应的上方2867是上一个五分钟线段下的高点，如果说新的五分钟向上线段的生长连前面的2867都不能接触，不能越过去，那么在五分钟结构上面来讲，最起码它是一个弱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好，这是对于上证。那么对于创业板指数的话呢，那么它的一个强弱表达要和上证不同，因为呢上证不断新低，而创业板指数的话呢它没有新低，今天的话呢反而是一个反包的阳线，只不过这个反包是偏向于弱反包的表达。这个弱反包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它并没有把昨天的阴线实现向上覆盖，只是勉强的收在 MA5日均线的上方。那么从缠论结构的视角来讲的话呢，这个位置依然作为咱们前面讲到的一种什么呢，五分钟线段上之后五分钟线段下回落，没有破前面低点1512，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视为五分钟二类买点之后的五分钟向上线段的反弹。那么这个线段内部的话呢已经呈现五分钟的比中枢了，也就是一分钟走势中枢。那么明天就比较的重要，如果说明天的话呢一个五分钟一比上一分钟走势类型上中枢走出来，结构走出来，但是呢它的背驰关系没有被打破，前面的高点1601也没有越过去，那么的话呢反而找短线节奏的卖点。如果说呢再度回落过之后的话呢，那么对应的1512最终破与不破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它的量能能不能保持。好，这是对于创业板指数当前的一个呈现。同时呢对应的对于当前的整个市场节奏来讲，大盘很难看，最起码不断新低，2800点收破就破了，但是呢个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效应来讲，大跌个股跌停板并没有出现激增，而涨停板以及呢涨幅7%-5%以上的个股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比例，也说呢今天是明显的涨多跌少，也说的题材比较活跃。而题材比较活跃当中，从涨停分布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PKSD 股你会发现智慧城市、机器人、消费电子、人工智能，包括呢这里面像一些与华为相关的，那么呢当前是保持一个偏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么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特征来进行看待的话呢，核心还是围绕着题材，题材里面的话呢围绕着科技里面的话呢，那么当前一像消费电子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包括与华为相关的，包括呢像今天活跃的像机器人概念，如果说用单纯的技术表达来讲的话呢，它是属于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法，小周期来讲的话呢它也是属于五分钟这样的一个二三买的重合，只不过呢接下来
像今天给出这样的一个向上资金试探，或者说呢有资金回流，那么资金回流过之后的话呢，后面该方向暂且用短线的解读，也说例如像机器人概念，那么五分钟先端下，五分钟先端上，前面高点2546不能过去五分钟的啊二三买的重合转化而行的五分钟二类卖点，如果过一下前面高点的话呢，那么如果是属于量价起升的一种状态，就可以去延续跟踪，如果不能的话呢，那么注意哎低吸高抛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而已。包括呢像消费电子，消费电子今天的一个开线表达来讲，它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弱反包，就是呢并没有把昨天阴线实验强覆盖，同时的话呢量能和昨天前天比也是微微有缩量的，但是量能还整体保持。你要用缠论结构来讲，它也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五分钟好先段下之后五分钟的一比上一比下一比上，当前呢暂且已经可以利用集合率可以看成五分钟先段先段了，但是呢能不能带量过前面的高点，如果说能带量过前面高点量价起升，那么继续往上去跟，如果不能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就属于什么呢，例如说明天哎前面的高点1154不能越过去，或者是越过去了，但是它并不是以资金进攻的一种态势，那么利用这种节奏好高抛回落之后呢，再把握它的一个低吸的节奏。好，这是对于消费电子，包括呢像华为鸿蒙，因为呢整个九月份不管是消费电子还是说像华为等等，那么呢一些消息驱动的因素比较多，像华为鸿蒙的话呢，那么前面这样的一个震荡当中，它的量堆慢慢的呈现堆量，好当前的一个呈现的话，它也是属于一个五分钟的好先端上先端下五分钟二类买点节奏，当前的话呢像今天的一个呈现来讲只是五分钟一比上而已。所以说呢对于科技，对于题材里面的话呢重点围绕了科技里面的话呢重点围绕的具体什么板块涨停分布较为密集，然后的话呢量能表达的比较充分，去重点去跟着这样的一个具体技巧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见到回落它只要不是这样的一个伴随批量的个股大跌的这样的一个走法，既然只要说有一定的资金接力，那么的逢回落的时候挖掘低吸的机会点，那么呢真的给你这样的一个向上反弹，见到如果说高潮的阳线或者是连续的这样的一个阳线呈现了，但是它不是以这种强势的量价起升的一种状态，那么呢见好就收，以低吸高抛的一个视角去跟。那么个股的把握来讲的话呢，其实就两种模型，哪两种模型呢？一种模型是例如说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技术特征啊，例如说呢前面它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快速向上拉升，但是呢它的股性已经率先转活了，利用五分钟的中枢构建，利用这样的一个潜伏的一个视角来进行把握的是资金的惯性，就是说呢股价没有经历大幅的上涨，但它的量堆已经呈现股性明显转幅，而且呢又属于概念底价。另外一种模型的话呢，就是单纯的单阳不破，这个单阳不破的话呢，那么对应的也就是说以涨停板的方式突破重要的压力平台，突破重要的压力区域，而后的话呢给不给低吸的机会点，做好技术纠错条件。好，那么对应的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呢以涨停突破小平台，或者是符合单阳不破的模型，后面的话呢涨停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做好纠错条件，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视角，也就是说呢总结一下，就属于要么尤其是对于创业板类型的个股的话呢，对应的就属于好前面止于走弱下跌，但是呢相对底位股性已经明显转活了，量堆呈现了，但是还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快速拉升呢，那么你可以利用五分钟的中枢构建，利用五分钟的节奏进行潜伏，然后呢做好纠错条件，给一个强势的快速拉升，那么就属于止盈而不能去追了，这是一种。而对于什么呢，对于实力米类型的个股的话呢，更多的是用单阳不破的一个基点，也就是说呢一根涨停板突破近期的小平台，或者是突破以涨停板突破的方式，而后的话呢后面回落，然后的话呢做好纠错条件，这是一种。在这是从模型各方向来讲的话呢，围绕着例如说像当前对于像人工智能也好，像机器人也好，消费电子也好，包括呢像软件服务等等，有些它属于概念叠加的，又符合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买点模型，股性又转活，那么对应呢你可以去跟踪。而对于已经连板类型的个股去所谓的搏晋级，那么呢这是只适合极少数人中的极少数的人，对于绝大部分散户来讲的话呢，那么不要轻易的去追高。好，刚才的话呢像抖音有一个提醒是属于禁言，可能近期点评的板块方向就是什么
机会也好，风险也好，涉及到一些投资风险，不管是提醒的，不管是可能涉及到荐股或涉及到一些对于风险等等，结果呢有一个禁言的这样的一个的指令，也是很郁闷。如果说呢有知道的，最起码呢知道怎么回事。好啊，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好，再见。